看看新闻网。现在我边上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《声声心动》的男主角王云鹏，你们好。哎，林海主持人好，大家都好。啊，要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亲爱的，给我们认识一下。我亲爱的是吴丽萍，她是小学体育老师。认识多久了？认识今天正好是11个月，我们上一年12月14号认识的，是通过相约星期六认识的。你当时为什么一眼就看中她？她非常美丽动人，又善解人意，人又非常懂事，又孝顺父母，这哪里能够找得到呢？今天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为了你这个也是大阵仗，有一位特别嘉宾来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这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。哎呦，周笔畅，是，就今天能看到本人，我是非常的高兴。好的，那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求婚大作战要如何进行。王云鹏是一名移民加拿大的海归派软件工程师，在一次聚会中与女朋友吴丽萍一见钟情，虽然相恋不到一年，但是王云鹏早已下定决心要向女朋友求婚。面对这样大胆而浪漫的行动，节目组还邀来了BB周笔畅鼎力相助，帮助王云鹏完成他的求婚梦想。听到麦克为了求婚准备了这么大的惊喜，非常开心，所以我就立马跑过来为他们加油打气啦。我现在心情非常紧张，希望我女朋友能够准时3点到。我现在再慢慢的再去练一下我的歌。我觉得小王人还可以的，交给他，我女儿交给他，我也很放心的。吴丽萍呢，这女孩呢，我非常喜欢，她也很贤惠的。望我儿子呢，要多多关心心爱的人啊。祝福他们今后的生活当中生活美满幸福，百合到老，身体健康，长生相依，早生贵子，祝福美满，永结同心，大树顺利，互相关心，抱个胖娃娃，儿子加油，爸妈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心情非常激动，周笔畅马上也要过来了，一切就绪了，希望成功。 Yes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周笔畅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哈，现在已经都看到我们现场都已经准备好。对于我们来讲，今天你是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没有，还好。对啊，因为只有过了你这一关的话，女主角才可以见到男主角。你已经想好怎么样的他们？其实有压力了，就如果出太难的问题呢，如果成人之美，对对对，但是太简单的又好像太容易。见到一个男生那么花心思的要向一个女生求婚，你比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就是我觉得他的用心程度可以看得出来，然后他会就是以后会怎么样对女主角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儿就等待女主角的到来，就看你怎么表现了啊。好，你现在要好好想想你待会儿要怎么难他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周笔畅的出现能否让帅哥抱得美人归？我心畅想，马上回来。非常非常紧张，我希望这次能够圆满成功，能够把我女朋友搞定。王云鹏已经让工作人员以游玩的名义把女朋友带来求婚现场，而当女主角到达后，将首先遭遇到由周笔畅主持的一个寻宝游戏，王云鹏便乔装成吉祥物守候在最后一关。我们现在都在焦急的等待，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假扮男主角的同事，在把女主角带过来的路上，我看见了红色的来了。这个女主角已经慢慢的在靠近，是穿了红裙子的那一个。好，她已经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地方，来，大家来看，第一个熊上面贴的字是让她去寻找马桶。
第二个环节，他将会在长椅上看到一束红色的玫瑰花。好，发现了第二束花以后，第三个他将会遭遇到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周笔畅。嗨，你好，我很喜欢你。谢谢。现在你是要寻找你的幸福吗？可能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这个问题就是，我的新专辑《黑歌名》当中有多少首歌曲？有多少首歌曲啊？我觉得应该是十首歌。十首歌？确定？确定？可以继续找你下一个幸福。谢谢。谢谢。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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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惊喜哦，今天下午，好，最后一个惊喜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，选择回到路上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已动心，想痛爱好细心，就像缘分注定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听到大同唱的这首歌，我就好想对你说，把你一生托付给我。My love for you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女神，这是天大的福分，能有你陪我度过余生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， 你是我黑暗中最亮的明灯，不会孤单，不再飘荡，有你陪我等待着阳光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， 你是我一生中最想爱的人，答应我会嫁给我。 Cause 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Apple。 小猪婆嫁给小猪猪吧，小猪猪会工资上交的，然后会好好保护你，爱你。有谁敢欺负我，小猪猪一定会，跟他去拼命的。我必须先讲一句哈，我从来没有见人有胆子那么大，唱那么烂还敢在比比面前唱歌。好，但是那个歌他唱的真的很动人啊。对对对，然后有改词嘛，然后有写他的一些心情啊，是对。那你要不要帮他也再说两句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答应。啊，还没答应啊？对啊，都搞得那么隆重了，怎么样？三个字哦，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愿意。Yeah！ 如果说那是 my love for you， 你是我黑暗中最亮的。比比有什么特别的祝福要送给他？特别的祝福啊，当然希望可以像男主角唱的那样吧，我们两个都可以幸福。是。像你唱的一样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啊，翻过来叫做挚爱不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永沐爱河，恭喜你们。我会嫁给我，